最近然后会当有做善事的机会，麻烦请庙方甲阮通知，互阮会去做一寡功德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无问题，多谢您。来，妈，你得。我都赶紧摕来给你啊！为了要惩罚恁长宝警察，今仔日我无爱辞职，爱早单步走。按年准时12点夜宵大家长坐上车，我看伊是毋是可以当像昨安尼，啥物拢唔惊。不过，这阿妈，这根本就是恐怖组织的威胁吧？报警！等一下，我先打电话阿妈。您拨的号码无回应。您拨的号码现在收不到讯号。阿妈都跟我妈电话拢卡袂通。接通，谢谢。阿无即摆是要安怎？无我要报警察无啊？袂好啊！一透早我妈就讲我陪阿妈去庙里拜拜，我即摆是要确定讲哦，因平安无大事。是啊，你哪用走的啦？车嘞？我车叫人动过脚手，歹路我唔知我走过来。啊！来紧，你先看看。哪会安尼啦？你拄则叫我卖上车，还佫讲要去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敢是有人为啊，要把车炸掉？无唔对啦。我少强哦，我们出发的时阵啊，我常常想着恐吓信啊。火顶面写讲啊，阿妈的车顶面去用安炸弹，12点就会爆炸。我无法度确定讲到底是不是恶作剧，我只好用走的来啊，来叫你卖上车。今麦已经12点过三分啦，无代志啊。我当一个是恶作剧。我感冒伊是恶作剧啊，嘛绝对袂当阿妈要跟我妈恁出代志啊。是讲奇怪啊，我头一直咧敲恁电话拢卡袂通的。我就是无得联络到恁，我唔知遮尔紧张了。电话，我看麦啊，无啊，我手机都满格啊，有电啊，那卡袂通。哦，应该是拄只，我跟你妈去庙后边，喺贵宾室内底休困啦。啊，遐后多在后山啦，较无讯号。啊，我唔知向搞遐贵宾室的门锁起来啦，还阮叫几波哦，才有人来当三更开门的。好家仔，这个又阁无代志，奇怪是虾米人啊？要安尼共创治？刚讲到买土地代就关的。哎，海姐、建文姐，阿是发生虾米代志哈？头前发生重大事件，你也稍等一下。受伤啊！状况很紧急，我是护理师，会当到三工哦。确实是有人受伤啊，我嘛已经叫救护车，那恁就麻烦你啊。等我一下。无啦，杨慧。啊，等于要卖户啊，佮发生这款代志，啊，你敢卖户签约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有听我讲话无？小姐。Yeah!